中医食疗应对奥米克戎，发烧了怎么办？方法一，白萝卜拌蜂蜜，白萝卜切丝或绞碎，和蜂蜜按3:1的比例混匀，静置30分钟后一起吃下，一小时后体温开始下降。方法二，干黄豆煮水，把煮好的水喝下，盖被子睡觉，在睡觉的过程中体温会逐渐下降。三，生姜3大片切碎，盐碎3颗，葱白3颗，煮开后5-6分钟即可，早中晚各服1次。嗓子如刀割般疼痛怎么办？方法一，把温开水倒入拌好的白萝卜蜂蜜中，喝从中间滤出的水即可缓解症状。方法二，干姜15克，红豆30克，薏米30克，煮水代茶饮。方法三，生的莲藕汁、甘蔗汁混合代茶饮。四，橘子烤一烤吃。全身肌肉酸痛怎么办？生姜100克，大枣12颗切片，葱须、葱白去叶3根一起煮水，把煮好的水一起喝下。如果能出一身透汗，全身的症状即可缓解。